就是封控了已经两年半三年左右的时间，你放开的时候太快了，一点意愿都没有，反正就是说放开就放开。你这么当初三年已经那么弄得这么紧的话，白纸运动我觉得是有一定的作用，但是最主要还是经济吧，承受不了了。还有一点说的那个也有道理，说十一月份的时候政府已经看到这个新冠病毒已经控制不住了，好多无症状的，好多那个有症状的，你一直啊全员核酸，他一方面财政财力吃不消，还有一方面没这个必要。你这个48小时、72小时，除非你每天都查，这个工作量太大了，这个估计就是弄不下来 ，hold 不住他了，所以说才放开的。但是放开的时候太快了，好多网上报道啊，就是说两年半的时候政府管得这么紧啊，管得这么严，一放下来好像就是政府不管我们了，给我们的老百姓的意见好像还是太快了，走的步伐太快，给我的感觉也是太快了，都没人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反正就是上海也不热闹了，反正就是今天的太阳倒挺好的，昨天的风刮得厉害，哇，这个风刮得太厉害了，就是这回事。还有一个什么事情啊，新闻里面说呢，那个动态清零失败了，我认为怎么说呢，你们说失败就失败吧，反正我也没什么多大的意见，失败就失败了，很正常的了。但是我就觉得政府管得太多了，管得太清了，没必要好管，所以说怎么说呢，反正在那个好多的那个 UP 主里面说的那个什么什么，反正都放开了也不好，不放开也不好，放开了我就觉得怎么，现在我认为放开了有什么不好，因为我家里有老人的，有小孩的，还是不希望放得太快吧，反正就是老人现在还有一个说那个北京的殡仪馆啊，死了好多人啊，什么火化都来不及啊，或者什么的，反正跟大家说一下吧。那我没看到的情况下，我不知道，就是北京说了死了好了，但是死了好多人，这个都不报道出来了。但是哦，还有一段时间，还有一个那个就是，好多的那个白纸运动啊，好多那个。几个人啊都给他抓起来了，抓起来了他也不理你，就把你放在那里，就把你关在那里。有一个那个上海的一个什么，反正就是叫他们共产党下台的那个给抓起来了，抓起来到现在也没有什么声音。一个叫杨子金嘛，杨子金是广东的，广州的一个给抓起来了。还有一个那个女的嘛，叫什么，我们本家嘛，姓李的，李康什么梦吧，就是那个举着那个白纸也给抓起来了，就是到现在也没声音，就是这个太可怕了，是不是啊？你看对这种人以后你怎么敢批评政府啊，现在说的那个白纸运动啊，抗议的，我就觉得就是发发牢骚，我就觉得还是发发牢骚的多，也没什么在这抗议的，发发牢骚多。现在好多的基本上大家都懂了，你以后管得太紧他们就发牢骚，对吧，发发牢骚也正常的了，又不是什么大的事情，我就觉得发牢骚，你现在也没这种正常途径去抱怨了，你发了一个帖子什么的，他一会儿就给你评阅，一会儿就给你卡掉了，一会儿就给你没有了，大家聚在一起发发牢骚我也觉得正常，你把什么东西都途径都给掐断了，那个不可能的，你大家都要说话的人，你都得给他说说话又管不死的，说说话又没什么大碍的，我就觉得应该发发牢骚，应该用个通气管道，是吧，人家反对你，本来你给他发发牢骚，发好牢骚，本来中国人都很温顺的，是吧，胆子都很小的。我从前在那个就是那个长途汽车上跟那个老乡聊聊天，他们都不理我的，胆子很小的，是吧，中国人不大会跟人家
基本上语言交流的，或者不能陌生人，不和陌生人说话嘛，没有一点那个，最起码没安全感吧。我不认识你的情况下，是不是啊？还有这个是圣诞节的一个东西啊，啊，反正就是跟大家说说话聊聊天吧。这个里面还有一个旋转的木马啊，我们等一会儿看一下啊。师傅，里面有点什么玩的啦？我怎么跟你讲啊？啊，你跟我说说嘛，里面有什么？就是买东西的。吃的又喝的。啊，就是集市了。集市就是这点里面这点地方。对啊。哦，这个要门票啊？那个。啊？要啊。要。哦，这个木马怎么不开了？怎么不开啊？那没转嘛。没人坐，他就在转什么转？不是。转。要有人坐才转了。开到几点钟啊？10点钟哦，今天冷的啊，谢谢。啊，现在做新冠你做出来有什么必要呢？做出来也是到处走来走去，你不去查了，当然没人知道了。你做出来，就像那个上次看那个，就是那一个赵大夫嘛，获益，你不获益，你这么做出来以后我是阳性的怎么办呢？你是阳性不就阳性的了，又不给你发钱。你不上班还扣钱，是不是啊？啊，现在这个地方里面的这个幺七几啊，幺七幺幺八幺的地块，这个地块也完工了。啊，建行生活，好，回去了，好不好？就说这点东西了吧。现在今天南京路上人这么少啊，第一个是天太冷了，还有一个新冠病毒太厉害了。外面你看这一波上海的，估计就是医院里面看病的人都很多的，我也不敢去，家里有这个老人在嘛，我也不敢去，也不敢，反正就是没有正式的数据吧。他说90%的人都要受感染的，但是好像现在政府主导了，都不怕了，都不害怕了。好，后来有一个刚刚网上看到有一个张靓颖嘛，这是明星嘛，他还是特地去没事的时候特地去感染了一波，跟阳性患者又去，就是带个就把这个新冠感染完一遍，总归要生的，他就早点生吧，就生一遍。但是他没意识到啊，新冠还有长新冠啊，有的老年人啊抵抗力不好的，他就是生了一下就翘辫子了，就没有了，是吧？政府只说轻的东西啊，是啊，那我不知道具体的什么东西都不懂。妈的，美国人死了110万，中国人一个都没死，放开了也是他好，不放开也是他好，反正我们都是赢麻了。